成厨山窟便携式果汁机，超美型家电真的必须拥有它。一机双杯梅森杯手拎杯，满足不同生活享受需求，可以做奶昔、健康饮料、高蛋白，在家就能轻松完成。C 型金属色 Hoop 提手 ，X 型独特旋转钮 ，S 型流线机身侧线，绝美莫兰迪配色，经典复古，高品质高质感家电，设计美学兼具实用性。我想应该看过这台，就会完全被它的美给吸着眼球。独立拆分刀座，简单洗，真的超级方便。300瓦进口电机，强劲动力核心，10秒榨汁，小孩最爱的香蕉牛奶，简单轻松做，当早餐也非常健康，也有很多健身运动的人都很喜爱。只需要把牛奶或是水加满到最高水位即可。四叶不锈钢刀头，22000转，能够快速榨汁，把水果都榨得细致，当然也可以分段式榨汁哟。有设置安全装置，不怕误触，只要把卡榫锁上，完全都不困难。轻松简单的就可以做出好喝的果汁，连小朋友喜爱的冰沙也难不倒它哦。刚刚使用榨汁的是手拎杯，现在使用的是梅森杯，两种杯子都可以直接拿来做榨汁，超级方便。这样还能不心动吗？真心要说健康饮品就由自己来做，不需要到外面买了。有了这台，让我生活变得更享受。双环散热流道设计，降低损耗，延长使用寿命。除了果汁、冰沙、奶昔以外，还有宝宝在吃的副食品也可以用这台来做。台机子多种享受，外观美型就已经收服好多女生的心了。重点就是好整理、好清洗，外观漂亮，放在厨房也超加分的。不是我要推坑大家，是真的好用，让我超喜欢。随手一拿就可以出门，又兼具外观漂亮，就算不拿来榨汁使用，也可以做随身的环保水壶。